我来买个白袍好了。你要？对啊。哎，你很稳的，为什么买白袍？对啊，现在一件白袍好像15、16 G 就可以买得到了吧？你怎么有15、16 G？我玩两只当然有15、16 C 啊。我怎么就有 EC？ 你没有玩联盟机制吧？好稳。我觉得你是 Mr. EC。哎妈 ，EC 哦。联盟机制会给 C 哦？会啊，可以用买的。多的吗？哦，我点到白袍了。